弟弟说 Turbo。蓝色鸡鸡蛋是说，黄色鸡蛋手上手手在那里一直玩，他不管。蓝色鸡鸡蛋是。他唱歌了。弟弟哪一个？我这一只。弟弟的脚怪怪的，露出来。弟弟这个蓝色的、黄色的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这个两只都玩，一点都不玩，好，拜拜。